请林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出席委员51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林秘书长宣读第7会期第9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9届第7会期第9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8年4月12日上午9时1分至9时21分，10时至12时53分，4月16日上午9时至9时34分，下午5时至56分。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廖文国栋等110人，请教委员陈委员、移民等3人，主席院长苏家全，副院长蔡其昌。报告事项：第一案宣读本院第9届第7会期第8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二案至第8案、第10案至第378案均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处理或交付相关委员会；第9案决定进覆二读，并以相关提案并案协商；第379案至382案、第386案为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所提之报告案；第383案至385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提案之延处情形。执行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11件；乙、本院委员执行部分28件。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4案均决定修正通过，第5案、第8案均暂不予处理。第6案、第7案、第9案均决议函请行政院延处。其他事项，民进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2案，均已通过；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8案，均不予通过。宣读完毕。发言会针对第7会期第9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做以下之宣告：第7会期第9次会议议事录确定，请宣读第二案。本院委员郑天才等申请人拟具《原住民族基本法》增订第2条12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未通过。第3案，本院委员郑天才等20人拟具《国营事业管理法》第31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未通过。第4案，本院委员杨耀等19人拟具《老人福利法》第2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未通过。第5案，本院委员吕孙林的25人拟具《公路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未通过。第6案，本院委员王定宇等17人拟具《社会秩序维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未通过。第7案，本院委员王定宇等17人拟具《通讯传播基本法》第12条及第1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未通过。第8案，本院委员李俊毅等17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185条至4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未通过。第9案，本院委员李俊毅等18人拟具《陆海空军刑法》第7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未通过。第10案，本院委员李俊毅等16人拟具《烟害防治法》第29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未通过。第11案，本院委员张胜宇等17人拟具《劳资争议处理法》增订第64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未通过。第12案，本院委员陈赖素梅等17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未通过。第13案，本院委员江永昌等16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未通过。第14案，本院委员江永昌等19人拟具《货物税条例》第11条、第11条之一及第12条、16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
交财政委会审查。全委有意，无意通过。第15案，本院委员江永昌等十七人拟具《产业创新条例》增订第十七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财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审查。全委有意，无意通过。第16案，本院委员张廖万健等十六人拟具《运动彩券发行条例》第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财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财政两委员会审查。全委有意，无意通过。第17案，本院委员林维秋等十七人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4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前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会审查。主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8案，本院委员徐永明等十六人拟具《社会秩序维护法》第31条及第3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前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会审查。主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9案，本院委员钟嘉宾等二十人拟具《家事事件法》增订第10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前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20案，本院委员钟嘉宾等18人拟具《核子事故紧急应变办法》增订第31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前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21案，本院委员柯学恩等17人拟具《高级中等教育法》第3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前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20案，本院委员柯学恩等16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前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23案，本院委员柯学恩等17人拟具《刑事诉讼法》第71条及第17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前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23案，本院委员柯学恩等16人拟具《科技部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组织法》名称第一条、第二条及第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前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25案，本院委员柯志恩等16人拟具《科技部中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组织法》名称第一条、第二条及第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前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26案，本院委员柯志恩等17人拟具《科技部南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组织法》名称第一条、第二条及第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前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27案，本院委员黄昭顺等16人拟具《中央选举委员会组织法》增订第4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前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28案，本院委员徐志荣等21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前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29案，本院委员王玉明等16人拟具《精神卫生法》第22条及第2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前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0案，本院委员吴志扬等16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4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前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1案，本院委员刘建国等21人拟具《农民健康保险条例》第2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前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2案，本院委员施一方等19人拟具《技师法》第41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前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3案，本院委员余婉如等18人拟具《新经济移民法》草案请审议案，前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内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三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4案，本院委员吴思瑶等24人拟具《文化基本法》草案请审议案，前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5案，本院委员黄秀芳等19人拟具《中医医事辅助人员法》草案请审议案，前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6案，本院委员徐玉仁等23人拟具境外资金汇回管理运用及课税条例草案请审议案，陈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7案，本院委员黄昭顺等21人拟具《民法》第97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第37案，84项第37案，现有2项提议：一、国民党党团提议，经附二读。由国民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二、时代力量党团提议，
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循例先处理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部分。请问院会对时代力量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有异议，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现在按您七分钟，并分发表决卡。
那么，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人没有拿到表决卡？好，针对时代力量党团的提案，现有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会，我等一下就发了。下午就没有表决了，下午就没有案了。那今天下午要干嘛？所以下午就没有案。那下礼拜二我们就处理三个案部去写三个上，那下午我们就写三个。啊，不，礼拜二忙不开心，能做好不啊？他们今天下午。但是安尼吼，以后我做到，我若以后有代志，我同你讲，你也要取消学校。啊，当然。稳当较少呢。不是，迄个何昌，伊若无来，伊若无到学校。这我了解。啊，又拍电话来，知道啊，我意思就是讲，你若会安尼，我来安尼一点，你都会。出席77人，赞成7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廖国栋声明。什么？廖委员国栋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会委员洪泰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郭委员国文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那么，继续我们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进户二读，由国民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的部分，请问院会有意？有意，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进户二读，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表决。现在开始，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73人，赞成21人，反对52人，赞成者少数，进户二读不通过。做以下决定：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38案。第38案，本院委员林昌佐等16人拟具《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第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9案，本院委员林昌佐等16人拟具《个人资料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40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滥发商业电子邮件管理条例》草案请审案，程序委员会意见。
件，立即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内由议无意通过。第41案，本院清民党党团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立即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内由议无意通过。第40案，本院委员赵振宇拟撤回建立之劳资争议处理法第54条、第54条之一及第63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员会意见，立即会同意撤回。请问内由议无意通过。第43案，司法院函请审议行政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员会意见，立即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内由议无意通过。第44案，司法院函请审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员会意见，立即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内由议无意通过。第45案，司法院行政院考试院函请审议法官法部分条文及第71条第二项法官奉表修正草案案，程序委员会意见，立即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内由议无意通过。第46案，司法院行政院考试院函请审议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员会意见，立即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内由议无意通过。第47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公民投票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员会意见，立即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报事项第47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问院会有意？有意，我们就进行表决。现在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蔡委员适应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郡县表声明对刚才所有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80人。赞成27人，反对5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48案。第48案，行政院函请审议监狱刑法修正草案及羁押法修正草案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异，未通过。第49案，科教委员会函送该会籍所属107年度第四季办理政策宣导及广告公告资料，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全院会有异，未通过。第50案，科教委员会函送该会107年度第四季补助情形上网公告资料，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请问内由议无意通过。第51案，客家委员会函送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城乡建设客家浪漫台三线计划107年度执行进度及绩效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请问内由议无意通过。第52案，内政部函送考古遗址土地容积移转办法，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下一案。第53案，内政部函修正役男申请服替代役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第54案，内政部函送该部前瞻基础建设计划107年度执行进度及绩效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第55案，道路委员会函送道路委员会订定财团法人法第9条、第24条、第3项、第61条第2项授权规定事项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
第五十六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文修正会计师产业签证财务报表规则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未通过。第五十七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送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管政府捐助及经指定民间捐助财团法人监督管理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第五十八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文修正，信用合作社社员代表、理事、监事、经理人应具备资格条件，请选聘办法第七条条文。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第五十九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文修正，外国金融机构在台子银行合格资产规定第三点，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文修正，信托业、商业同业工会业务管理规则，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一案财政部经济部函文修正，平衡税及反倾销税课征实施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财政经济两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经济两委员会审查。第六十案行政院组织总处函送一百零七年度第四季依预算法第六十条之一办理政策宣导相关之广告调查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三案交通部函送交通业务全国性财团法人运用财团投资项目及额度规定，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四案交通部函送交通业务全国性财团法人适用财团法人法第二十四条第二项规定之一定财产总额或年度收入总额，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五案交通部函送财团法人台湾邮政协会及台湾电信协会依本院相关决议一百零八年一月份执行进度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交通委员会审查。第六十六案交通部函送该部前专机处建设计划一百零七年度执行进度及绩效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交通委员会审查。第六十七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文，该会主管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单位预算通讯传播监督管理基金有限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基金附属单位预算及所属财团法人一百零七年第四季媒体广告物执行数，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八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送通讯传播类财团法人设立许可及监督办法及通讯传播类财团法人会计处理及财务报告编制准则，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九案行政院函送该院一百零七年第四季政策宣导广告执行情形，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案行政院函送财团法人基金计算及认定基准办法，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一案行政院函文修正奖励保护检举贪污渎职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二案行政院司法院函文修正律师惩戒规则第二条及第二十四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三案国防部函文修正动员实施阶段军事人力统筹分配办法第六条及第七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四案国防部函送国防事务财团法人会计处理及财务报告编制准则，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第七十五案国防部函送国防事务财团法人工作计划经费预算工作报告及财务报表编制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第七十六案国防部函送国防事务财团法人设立许可及监督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第七十七案侨务委员会函送侨务财团法人设立捐助财产最低财产总额及现金比率、现金总额比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八案外交部函送外交部所管特定非公务机关自动安全管理作业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
九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九院外交部函送中华民国台湾政府与圣克里斯多夫及尼维斯政府技术合作协定中英文影本，陈训文会议见，拟请外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九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院外交部函送中华民国台湾政府与尼加拉瓜共和国政府免除外国公文书重复验证协定中西文约本影本，陈训文会议见，拟请外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九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院经济部函送经济部主管财团法人预决算与会计处理及财务报告编制办法，陈训文会议见，拟请外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第八十案经济部函为废止经济部九十年十二月十二日生字第09002262150号令，陈训文会议见，拟请外交经济委员会。九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三案经济部函送商业会计处理准则第十八条文及对照表刊物表，陈训文会议见，拟请外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第八十四案经济部函送该部所属事业台电中油台糖及台水公司107年12月份公益支出委托调查会费捐助及募领支出明细表，陈训文会议见，拟请回交经济委员会。九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五案经济部函送该部107年度截至第四季补助社会团体、人民团体、财团法人、县市政府及个人补捐助经费汇总表，陈训文会议见，拟请回交经济委员会。九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六案经济部函送107年度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执行进度及绩效书面报告，陈训文会议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第八十七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免登记植物保护资材第一点第一款附表，陈训文会议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八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该会计所属机关及主管政府捐助资金基金50%以上成立之财团法人107年度第四季与平面网络广播及电视媒体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执行情形表，陈训文会议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第八十九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及所属机关107年度截至第四季补捐助经费明细表，陈训文会议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九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九十案国家发展委员会函送107年度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数位建设建构公教体系、绿能云端资料中心计划执行进度及绩效报告，陈训文会议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九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九十一案公平交易委员会函送公平交易委员会主管之财团法人会计处理及财务报告编制准则及公平交易委员会主管之财团法人工作计划及经费预算及工作报告及财务报表编制办法，陈训文会议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九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九十案教育部函送教育财团法人当年度对个别团体法人或个人所谓一定金额以下奖助或捐赠，陈训文会议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九十三案教育部函为修正专科以上学校总量发展规模与资源条件标准部分条文及附表，陈训文会议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九十四案教育部函送该部主管107年度第四季补捐助经费执行情形总表及明细表，陈训文会议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第九十五案教育部函送该部主管107年度第四季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执行情形总表及明细表，陈训文会议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第九十六案教育部函送该部前瞻基础建设计划107年度执行进度及绩效报告，陈训文会议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第九十七案教育部科技部函为科学工业园区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双语部或双语学校学生入学办法名称修正为科学园区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双语部或双语学校学生入学办法，并修正第一条及第二条条文，陈训文会议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九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九十八案教育部外交部内政部函为修正短期补习班招收外国人招生及管理办法，陈训文会议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
九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九十九案文化部函修正国立台湾实现文化博物馆规费收费标准第六条第六条之一、第七条条文及第二条附表一，陈训完会议见，你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九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一百案文化部函送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数位建设类107年度执行情形及绩效报告，陈训完会议见，你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第101案，科技部函送该部函所属单位107年第四季于各类媒体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之执行情形资料，陈训完会议见，你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第102案，科技部函送107年度办理前瞻基础建设、自研自制高阶仪器设备与服务平台等实践计划执行进度及绩效报告，陈训完会见，你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第103案，新疆域环境保护署函送《环境保护采收法人设立许可及监督办法》，陈训完会议见，你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第104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机动车辆停车怠速管理办法名称修正为汽车停车怠速管理办法，并修正条文，陈训完会议见，你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05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环境保护采收法人会计处理及财务报告编制准则，陈训完会议见，你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06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毒性有机化合物检测方法意向成绩法 NIEAT 509.207，陈训完会议见，你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07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该署及所属单位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及捐助成立之财团法人107年第四季广告执行情形表，陈训完会议见，你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08案，劳动部函为废止工厂法施行细则，陈训完会议见，你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09案，劳动部函为修正外国人受聘雇从事就业服务法第46条第一项第8款至第11款规定之规定工作之转换雇主或工作程序准则第3条条文，陈训完会议见，你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0案，劳动部函为修正雇主聘雇外国人许可及管理办法第6条之一条文，陈训完会议见，你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1案，劳动部函为修正《外国人从事就业服务法》第46条第一项第8款至第11款工作资格及审查标准第24条、第26条及第13条附表六，陈训完会议见，你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第112案，劳动部函为修正《外国人从事就业服务法》第46条第一项第8款至第11款工作资格及审查标准部分条文，陈训完会议见，你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第113案，劳动部函送该部及所属机关107年度第四季补充社会团体、人民团体、财团法人、县市政府及个人之补捐助经费案件资讯，陈训完会议见，你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第114案，劳动部函送严厉强化过劳预防相关推动计划执行成果，陈训完会议见，你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第115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药事法》第106条所申无药事人员职业之边缘地区与非属上述边缘地区列表附表12及附表15，陈训完会议见，你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6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第3条附表1、第5条附表4及动物产品中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第3条条文，陈训完会议见，你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第110件卫生福利部还未修正全民健康保险现役医疗资源不足地区改善方案巡回地点列属药事法第102条所称无药事人员职业之偏远地区列表部分部表陈训文会见你请回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8案卫生福利部还未修正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办法陈训文会见你请回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第119案卫生福利部还未修正食品添加物规格检验方法及二烯酸钾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0案卫生福利部还未修正食品添加物规格检验方法苯甲酸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1案卫生福利部还未修正食品中抗氧化剂之检验方法多重分析方法陈训文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0案卫生福利部还未修正食品中防腐剂之检验方法陈训文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3案卫生福利部函送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城乡建设公共服务据点准备之整建长照卫服据点计划107年度执行进度及绩效报告陈训文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第124案卫生福利部函送107年度前瞻基础建设计划食品安全建设之执行进度及绩效书面报告陈训文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0案房屋部函送公告房屋残留法人捐助财产之最低总额及现金总额比率陈训文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6案房屋部函送公告房屋残留法人适用财产法人法第21条第二项第三款锁定一定金额，陈训文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委员有意无意通过？第120件案，法务部函送房屋残留法人适用残留法人法第24条第二项之一定财产总额或当年度收入总额，陈训文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委员有意无意通过？第120办，法务部函送残留法人合并办法，陈训文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委员有意无意通过？第129案，法务部函送残留法人主管机关改立办法。陈训文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委员有意无意通过？第130案法务部函送法务部调派时任检察官是同级检察署任职或办事办法第六条条文刊物表陈训文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委员有意无意通过？第131案司法院函为废止公证人办理防治洗钱确认身份保存交易记录及申报可疑交易作业办法陈训文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委员有意无意通过？第130案司法院函送107年度第四季补捐助团体及个人经费执行情形表陈训文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主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报院会第133案至第279案请依序宣读，其中第133至135、140、145至149、157、158、162至175、193、204、210、249至252、264、265、279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第167、173、206、212、223、233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宣读后，以上提案均改交相关委员会审查，其余议案均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问院会有异？不异。宣读后通过，请宣读。第133案至第289案为卫生福利部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二级特别预算案决议，前送强化食品业者建立追溯追踪制度规划书面报告，国家发展委员会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二级特别预算案决议，减送高雄都会区大众捷运系统冈山路竹延伸段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及都会线黄线进度报告，减送。
减送避免公共工程闲置或浪费之应应措施书面报告，经济部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算决议，减送协助创新中小企业扩大规模化报告，减送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中小企业创新研究奖计划书面报告，减送工业区污水处理厂公办民营 OT 营运工作计划书面报告，减送工业区污水处理厂推动公办民营 OT 营运工作规划书面报告，减送加工出口区提升土地使用效率书面报告，减送电动机车能源补充设施检讨改善书面报告，减送电动机车能源补充设施数量及集成规划书面报告，减送台南公司闲置厂区活化计划书面报告，减送强化水库营运改善措施以提升经营绩效书面报告，减送水库淤泥回运循环再利用方案书面报告，减送台电公司决议第53项稳定电力供应措施书面报告，第33项稳定电力供应措施书面报告，第34项稳定电力供应措施书面报告，减送中油公司盘点不良承包厂商及严拟有条件限制不良承包商投标资格书面报告，减送台水公司营业成本书面报告，减送台电公司决议第31项稳定电力供应措施书面报告，减送永续工业区洁净水环境计划书面报告，减送产业园区开发管理基金预算说明书面报告，减送永续工业区洁净水环境计划检讨改善书面报告，减送台电公司改善工程招标及品质管理制度书面报告，减送台南公司用人费用检讨报告，减送台南公司检讨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土地议题书面报告，减送台南公司配合政府农业产业政策检讨报告与办理计划检讨报告，减送台糖公司闲置停闭厂房活化书面报告，减送台南公司总计发电检讨改善书面报告，减送台南公司建制土地资讯系统 GIS 之预算编列检讨书面报告，减送台电公司火力机组空污改善作业检讨改善报告，减送台电公司提升再生能源发电配比可行性方案书面报告，减送台南公司土地管理检讨改善书面报告，减送台水公司碳汇管线作业执行检讨书面报告，减送台水公司降低漏水率作业执行检讨书面报告，协助减送协助大林埔地区居民迁出计划报告，减送台电公司促协金用途项目及运用成效检讨报告，减送台南公司转投资事业营运检讨及改善书面报告，减送台南公司北港糖厂整体规划可行性书面报告，减送台糖公司量贩事业部检讨改善计划书面报告，减送台湾中油公司提升采购效率促进碳勘清整力书面报告，减送台南公司底价地土地开发书面报告，减送台南公司焚化厂经营绩效改进方案书面报告，减送台南公司决议第37项量贩事业部检讨改善计划书面报告，减送台南公司沙轮智慧绿能循环住宅园区开发案书面报告，减送中小企业支援微型中小企业原住民企业推动书面报告，减送台南公司经营绩效改进方案书面报告，减送台水公司财务改善应应措施书面报告，减送台南公司协助花东地区青农行销方案书面报告，减送中油公司加油站增设太阳能发电与灯去更换节能之效益及未来计划书面报告，减送台南公司花东地区未来规发展规划办理草案书面报告，减送台南公司东海风绿能设计水莲式珠帘改进工程分享经验书面报告，减送台水公司有效提升供水普及率书面报告，减送台电公司土地活化利用方案，减送台电公司部分输电铁塔耐用年限及保养维护情形书面报告，减送台电公司其他营业费用检讨报告，减送台电公司发电机组织保养费书面报告，减送台电公司印刷装订与广告费书面报告，减送台电公司严拟释出小水力发电厂制供民间业者发展书面报告，减送台糖公司经营绩效检讨报告，减送台电公司水库管理不良减损水力发电能量书面报告，减送台电公司针对新兴计划补办预算或依本院决议办理检讨报告，国家发展委员会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减送离岛建设基金矿管跟计划进度书面报告，减送加强推动各项发展措施书面报告，减送花东经济补助民间团体 NGO 参与地方创生政策书面报告，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减送渔业发展基金奖励水产院校毕业生上渔船服务计划加强宣导及媒合书面报告，
简送研发进口饲料替代品书面报告，简送畜产试验所研发各类试验产品书面报告，简送因应畜禽各类疾病书面报告，简送农业生物科技园区招商数不足书面报告，简送农业生物科技园区扩充计划展延书面报告，简送林务发展及造林基金构建规定资产进度未正理想书面报告，简送农村再生第二期计划实施效益书面报告，简送提升农民投保保险农民投保农业保险优因及整体纳保涵盖率书面报告，教育部海外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简送办理大型国际体育活动运动交流活动计划书面报告，简送结合公司部门资源共同推动运动观光及体育文化产业书面报告，简送国立社教机构作业基金统一会计事项一致性处理及开发文创商品书面报告，科技部海外107年度中央政府总虽然附属单位算决议，简送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专案计划书面报告，简送科技部推动整体科技发展计划向下新南向政策书面报告，简送创新产业创新旗舰计划107年第四季执行进行书面报告，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算决议，简送核子事故紧急应变基金决议第45679/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项书面报告，新增决议第一项书面报告，决议第30/20项书面报告，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简送健全交易制度及交易人权益保障等问题检讨报告，财政部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简送中央政府债务基金105年度至107年度债务管理关键指标报告，简送中央政府今年编列债务还本及增编还本数报告，简送中央政府债务管理与偿债计划作业报告，简送中央政府债务基金举新还旧作业报告，简送行政院公营事业民营化基金债务改善计划报告，简送行政院公营事业民营化基金退场机制报告，简送行政院公营事业民营化基金财务改善检讨报告，简送增编债务还本预算占税客收入7%之影响评估报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简送有线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基金决议第四项修正有线基金拨付考核规范书面报告，简送通讯传播监督管理基金决议第15项公有建物土地建制基地台比率人地书面报告，第17项公有建物与设施建制基地台数量占比人地书面报告，第5项电磁波宣导规划内容书面报告，交通部还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简送交通作业基金决议第91项高速铁路车站特定区区段征收土地相关书面报告，简送中华邮政公司决议第29项加强内部稽核书面报告，简送交通作业基金决议第85项高速铁路车站特定区区段征收土地相关书面报告，第86项高速铁路车站特定区区段征收土地相关书面报告，第39项修理保养机构保固费书面报告，第83项五站事业发展用地及新竹专案招商计划书面报告，第60项国道公路建设管理基金专业服务费书面报告，第26项高速铁路车站特定区区段征收土地相关书面报告，第46项观光关键人才培育书面报告，第80项积极办理招商兑现预计土地收入书面报告，第90项高铁南园至屏东评估报告，第79项确实公布台铁行车事故调查书面报告，第19项预算执行率偏低及工程延宕问题书面报告，第48项委托办理旅宿业线上教育训练书面报告，简送中华邮政公司决议第31项加强内部稽核及宣导教育书面报告，简送航港建设基金决议第1项提高商港服务费征缴效率书面报告，第2项商港服务费征缴效率书面报告，简送交通作业基金决议第90项加强检讨财务控管机制书面报告，第92项高铁基金财务状况有待提升书面报告，第81项高铁五站事业发展用地评估机制书面报告，简送中华邮政公司决议第30项加强内部稽查书面资料书面报告，简送交通作业基金决议第89项高铁五站试用事业
业发展用地开发评估书面报告第93项转征优惠及高铁左营站月台直通捷运动线可行性书面报告第5项民航专业作业基金预算租金与利息书面报告接送航港建设基金决议第3项提高香港服务费征缴效率书面报告前进为环境保护署海威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接送补助地方政府办理海漂底垃圾清除处理及环境教育活动书面报告接送空气污染防治基金向下补捐补奖助预算说明卫生福利部海威2007年度中以上个案宣读完毕。发言会第280案至289案，请依序宣读。其中第282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宣读后，第282案改交相关委员会审查。其他一案均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问院会有异？无异。宣读后通过，请宣读。第280案至第289案为卫生福利部海威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接送青少年性健康促进服务计划之改善与成果书面报告，接送强化113保护专线宣导书面报告，接送长照居家服务质量精进规划说明，接送107年烟害防治及卫生保健基金一般行政管理计划之编列说明，劳动部海威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接送改善医疗院所劳动条件说明，接送有效推动我国劳工诉讼辅助措施说明，卫生福利部海威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检讨相关长照机构管理机制与执行流程书面报告，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海威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该署主管第1项决议41书面报告，科技部海威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补助经费场景任用延揽科技计划人才。科技计划计划人力办理行政机关业务妥适性书面报告，接送中科各园区与地方政府互动合作书面报告。以上个案宣读完毕。请继续宣读报告事项第290案。第290案，科技部海威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东部区域之能源发展议题书面报告。程序委会见拟请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报告事项第290案，时代力量党团有异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问院会有异？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处理。现在针对时代力量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进行处理，现有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柯委员智恩对报告事项第47案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74人，赞成1人，反对53人，弃权2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黄委员国昌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时代力量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继续。第291案至第406案，其中除第296、309、
327、336、342、345、348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第404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宣读后，以上提案除改交相关委员会审查外，其他议案均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问院会有异？无异。宣读后通过，请宣读。第291案至第406案为科技部函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台风中心诊病至灾防科技中心书面报告，简送台湾台风洪水研究中心并入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冤额业务设备转移书面报告，简送如何提升民众接收灾防告警讯息之记忆力策略书面报告，简送台湾台风洪水研究中心并入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人员设备业务衔接书面报告，简送灾害警之大众警决策共同图台开发建制进度书面报告，简送科技部官网建制新南向专区书面报告，简送一般行政向下资讯管理经费书面报告，简送园区闲置或低度利用设施活化书面报告，简送台湾台风洪水研究中心并入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原额业务设备经费一部说明，简送持续强化科技创新能力书面报告，简送持续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及研发成效应用书面报告，简送运用资讯与通讯技术发展智慧园区计划执行情形与提升自成率书面报告，简送枪手代写科技部补助案申请计划书书面报告，简送补助经费长期任用人力办理全政机关业务书面报告，简送补助专题计划人力长期办理行政事务书面报告，教育部函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办理今年职场体验业务检讨及改进报告，简送推动媒体素养教育促进作为书面报告，简送青年教育与就业储蓄账户方案改善报告，简送鼓励青年学子赴新南向国家实习改善报告，简送新住民子女教育政策横向检视报告，简送国立台湾图书馆阳明山桌山楼未来发展方向书面报告，行政院子能委会函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岁数第十七款第项决议16书面报告，第七款第四项决议9书面报告，文化部函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台湾文化路径推动说明书面报告，中央也终于函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决议12落实研究转型提升计划教育书面报告，财政部函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税初第十款第一项决议二奖补助费编列书面报告，简送统一发票退奖地点改退奖据点改变加强宣导书面报告，简送统一发票兑奖 APP 服务宣导书面报告，简送国有财产属文字文化计划书面报告，简送若虚拟通货财产名制核实课税书面报告，简送中央政府债务还本编列及执行进行书面报告，简送岁初第十款第一项决议四电子发票后续推动方式书面报告，简送公用署未配住宿舍后续处理处置书面报告，简送岁初第十款第二项决议二及三书面报告，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银行局决议书面报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决议15劳务承揽人力劳动权益保障书面报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函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决议30盘点部经济地区政府采购案流标或非标问题有关规定书面报告，简送通案决议8购置礼品纪念品优先采购台湾制成品书面报告，简送决议32技术补足缺额人力书面报告，31加速完成组织调整书面报告，28协助各机关工程联网书面报告，26尽速依规费法规定检讨收费基准书面报告，29解决东沙北运问题书面报告，33公共工程应优先使用在地建材书面报告，27监察院纠正国内公共工程采国际竞图缺失检讨书面报告，交通部函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运输研究所决议13办理铁路运输安全研究及总体检书面报告，简送观光局决议30长期振兴观光奖励与补助方案书面报告，262019小镇漫游书面报告，35检讨过去我国观光行程缺失书面报告，简送公路总局新三决议18新北市汐止区大同路及新台五路交通拥塞书面报告，简送民用航空局决议2离岛航线补贴申请方式书面报告，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农粮署应避免台中花博建设
成为一次性使用闲置公共设施书面报告。国家发展委会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2030双语国家政策发展蓝图书面报告，简送推动中心新村活化业务书面报告，简送地方创生国家战略计划说明。经济部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工业局设置电动车充电站及法规修订书面报告，简送工业局部分厂商租购地后却迟迟未进场使用书面报告，简送工业局工业区闲置用地美合书面报告。内政部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地级清理实施计划目前办理进度及未来情形书面报告，简送移民署查处失联移工书面报告，简送警政署精进刑事科技能量计划书面报告，简送警政署研议绩效管理决策纳入外部委员书面资料，简送营建署建立山域休憩活动单一窗口及开放山域活动许可改采登记被查制报告。海洋委员会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委托办理海洋法政及文化税政政策书面报告，简送推动海洋基本法通过及人力补足等问题书面报告，简送具体推动海洋保育研究计划及教育推广书面报告，简送海洋基本法草案实施办理情形书面报告，简送相关业务之人力增补作业书面报告，简送尽速调查分析我国海岸周遭海域状况书面报告，简送海巡署海巡业务书面报告，简送海巡署台中港海巡基地新建工程计划等书面报告，简送取缔非法越区捕获船只未来规划书面报告，简送杜绝港内违法垂钓行为书面报告，简送全面盘点各地安检所勤务装备与车辆书面报告，简送如何有效减少他国越界捕鱼之频率书面报告，简送出国计划执行内容变动大未进中也书面报告，简送志愿士兵训练书面报告，简送募兵成效未如预期书面报告，简送确保太平岛的自我防卫能力之应计划书面报告，简送针对非洲猪瘟防疫作为严厉改善计划书面报告，简送重建海巡舰艇发展计划执行率落后书面报告，简送海洋污染防治及海洋环境保护整合规划提出精进计划书面报告，简送建制海洋污染防治机制缜密网络书面报告，简送海洋废弃物监控机制书面报告，简送海洋野生动物研究调查规划书面报告，简送海洋保护区之整套及整合规划书面报告，简送调查分析我国海岸周遭海域情形书面报告，简送志愿役部市府现役原因书面报告，简送定期盘点港监设备故障与否书面报告，简送加强两岸总是长期疫区猪肉产品书面报告，简送指定舰船艇协助离岛后送运处事宜书面报告，简送鬼蝠鲼研究保育计划列为野生保育类动物书面报告，简送翻车吞科鱼类研议研究书面报告，简送藻礁生态持续调查积极维护保育类动物书面报告。各家委员会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南美园区营运效能及调整经营策略书面报告，简送南美园区具体发展计划及配套规划书面报告，国家安全局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税助部分第九款第二项决议234、235、236、237、238、240、241之说明，新增决议18之说明，简送税助部分第九款第二项决议239之说明，国防部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国军无人机能量规划及后续测进作为书面报告，简送降额编制与降阶惩处推动作为书面报告，简送由专责单位办理志愿士兵不适服赔偿追缴作业延续说明，简送放宽招募条件向国军人力素质书面报告，简送海军司令部无人飞行载具书面报告，国军退局官兵辅导委员会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决议40盘点各荣家闲置床位书面报告，侨务委员会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决议29鼓励海外侨生回国升学预算编列书面报告，司法院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税收第四款第十项决议2台湾高等法院书面报告，第一项决议26书面报告，法务部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司法官学院有效管理场地书面报告，教育部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新南向产学合作国际专门推动情形专案报告，以上个案宣读完毕。发言会第407案以下，请一并宣读。宣读后，均准予备查，请宣读。
第407案至第409案为本院财政委会函，有关108年度中央政府所得税相关解冻报告案，业经审查或处理完竣均准以动之。第410案至第415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将委员乃馨、李委员燕秀、吴委员志扬、世代力量党团将委员启辰等所提临时提案之延处情形。第416案为本院人事处函为本院前委员东明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案件，经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更一审改判无罪，依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117条第二项规定，自108年4月3日起复职。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行政院函送本院黄委员张顺等所提质询之书面答复共38件，以本院委员质询部分，本院邱委员、陈伟等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共24件。宣读完毕。高陆用以及洪时庸委员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时代力量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报院会报告事项已处理完毕，现有本院委员柯建铭等人针对本次会议议程报告事项第43案至第47案，院会所作决定提出复议，并请院会立即处理。报院会本件复议案我们现在进行处理。请问院会针对委员柯建铭等人所提复议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现在针对委员柯建铭等人所提复议案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78人，赞成25人，反对5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做以下决议：复议案不通过，本案报告事项各案均照原决定通过。报院会现在进行讨论事项之前，先处理变更议程之提议，并截止收案。我们依提案先后顺序来处理。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5案，先进行第1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0次会议建议增列变更议程，将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前总统陈水扁系国际认证贪污分以贪污罪遭判刑定谳，却称病获准保外就医，不仅屡踩保外就医红线，频繁出席各种政治性宴席筹措场合，吃喝玩乐，自民进党2016年重新执政后更肆无忌惮，对外界高度质疑装病，不再顾忌遮掩，不但透过脸书频繁对政治事务发表意见，每天与民事下午30分钟的阿扁串购带状节目放言高论时政，由游善者直接参与选举造势活动，当起网红畅谈政治理念，于3月16日至立委补选进入台南民进党二位参选人之间，企图以在地身份发挥关键影响力，图谋自己特色。3月26日最新一期的新勇哥物语中，陈水扁透过影片狂骂高雄市长韩国瑜25分钟，中气十足，俨然一尾活龙，
毫看不出一丝丝病容。台中监狱一再对陈水扁公然违反不演讲、不上台、不接受媒体采访、不谈政治四不原则的保外就医规定之行径从宽认定，甚至配合掩护为其解释。身为督导单位的矫正署与法务部更是严重怠惰失职，以致阿扁完全未将保外就医相关规定放在眼里，公然破坏国家预行制度，重创司法公信力。蔡英文总统及前行政院长赖清德难辞其咎，原提案要求立即废止陈水扁保外就医许可，让精气神状况俱佳、口齿表达清晰、健康状况良好的陈水扁回监服刑，以维护司法公信力，请公决案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赶快回去按哦，不然等一下会来不及哦。表决结果：出席83人，赞成31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陈委员雪生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以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二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0次会议建议增列变更成，将公股行库具有执行及稳定政府政策的重要功能，董事长、总经理人事案向来皆由财政部长建议人选，再由行政院拍板定案。人选除了需要具备财经专业，并更需兼顾能力及操守，才能发挥绩效，国家政策使得与顺利落实推动。然此次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利用清明连假前进行周末大屠杀式的公股行库人事大调动，换掉近半数的公股行库董事长、总经理，人选经由绩效相对不佳的银行副总升任，甚至还有涉疑涉尽付列雷案、列雷建案遭撤换的廖灿昌讯及再度回任金控董事长，丝毫未见苏贞昌院长所说发挥鲶鱼效应，根本是民进党派系斗争、利益分赃，完全无视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应受到高度监理的法则。据媒体报道，控制泛关股的地下董事长为蔡英文总统，所有人士均需他同意，这波人事异动却传由苏贞昌院长主导，府院不同调，对国家治理重大政策将造成严重影响。在近乎列雷建案内幕重重未解，苏贞昌院长基于短时间内大幅人事调动，是否借由更换公股银行董事长、总经理掌控经脉，企图影响企业放款，为明年选举铺路，不禁令人高度怀疑。显见公营事业职位对巩固政权的重要性，更远胜于公营事业本身的经营绩效。原此建行院会做成决议，邀请行政院苏贞昌院长率同相关部会首长列席，就公股行库人事调动做中央报告，并被质询，请公决案列为讨论事项。第二案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话回答这个。怎么，人黑人尸案怎么会叫人家来受伤？我告诉你嘛，有一。表决结果：出席83人，赞成30人，反对5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3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0次会议见请政务委员江启春的19人拟具《中央选举委员会组织法》增订第4条之1条文草案，自委员会抽出进覆阅读，并由国民党党团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83人，赞成30人，反对5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4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0次会议建请将依委员黄昭顺的16人领取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资遣抚恤条例第34条条文修正草案，而委员江乃馨的18人领取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资遣抚恤条例第34条条文修正草案，曾委员柯娟的17人领取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资遣抚恤条例第4条第34条及第39条条文修正草案，四委员许志杰的29人领取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资遣抚恤条例第34条条文修正草案，五委员张立外建的17人领取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资遣抚恤条例第34条条文修正草案，六委员蒋万恩的18人领取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资遣抚恤条例第4条第34条及第39条条文修正草案，七委员林代化的16人领取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资遣抚恤条例第4条第34条及第39条条文修正草案，八亲民党党团领取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资遣抚恤条例第4条第34条及第39条条文修正草案，九委员吴志勇等17人领取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资遣抚恤条例第34条条文修正草案，十委员赵振宇等17人领取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资遣抚恤条例第34条条文修正草案，自委员会抽出进一步额度，相关议案并案协商，并由国民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
表决结果。出席82人，赞成30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5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0次会议，建请将依委员柯志恩等17人领居公务人员退休资遣抚恤法第4条、第34条及第39条条文修正草案；二、委员林岱桦等16人领居公务人员退休资遣抚恤法第4条、第34条及第39条条文修正草案；三、委员张亮万进等16人领居公务人员退休资遣抚恤法第34条条文修正草案；四、委员徐志杰等29人领居公务人员退休资遣抚恤法第34条条文修正草案；五、亲民党党团领居公务人员退休资遣抚恤法第4条、第34条及第39条条文修正草案；六、委员吴志阳等17人领居公务人员退休资遣抚恤法第34条条文修正草案；七、委员赵振宇等16人领居公务人员退休资遣抚恤法第34条条文修正草案。自委员会抽出进一步读相关议案，并案协商，并由国民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83人，赞成31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8案，先进行第1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期第10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增订第5条13条文草案案，自内政委会抽出进覆额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57人，赞成4人，反对53人，弃权0人。
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二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十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自内政委员会抽出进覆额度，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习委员淑华对刚才之表决声明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55人，赞成4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三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十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公民投票法》增订第16条之1条文草案，自内政委员会抽出进覆额度，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57人，赞成4人，反对5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四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及第十次院会，拟请将委员薛永明等17人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90条之2条文修正草案，自内政委会抽出进覆额度，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表决结果，出席82人，赞成4人，反对77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5案，请议，哎，是第5案，对哈。第5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七会及第10次月会，拟请将委员徐永明等实习人凝聚《台湾地区道路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9条条文修正草案，自为内政委会抽出进一步阅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高路移用委员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时代力量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吴委员施瑶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张廖委员万间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林委员俊宪、张委员洪禄、吴委员齐明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何委员自为声明对报告事项。对刚才所有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88人，赞成5人。反对8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变更议程第6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七会及第10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私立学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恩字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抽出进覆额度，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林委员立场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5人，反对5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7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七会及第10次院会，拟请将委员徐永明等16人凝聚《幼儿教育及照顾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自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抽出进一步阅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
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87人，赞成34人，反对5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八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十次院会，拟请求时代力量党团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增订第163条之一条文草案，资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抽出净负额度，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88人，赞成35人，反对5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民进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一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十次会议议程讨论事项，建请变更议程立案顺序如下表示，按详如附件，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有没有异？啊？看一下啊，有没有异？好，无异，我们本案就照案通过。报院会，本日会议进行到此为止。4月23日星期二上午9时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现在休息。